新盘教科书5%抗晕，今日完成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中动起手。1%过，过，没有。男人偏左，左边，过，没有。底动，右边，过 ，nice， 有了，过了。好，2%抗晕 ，get。下一个3%抗晕，起手田园，过，没过，左上，过，又没过，完了 ，BBQ 了，右下角，过，串起赛，完了，完了，左下，过 ，nice， 不保底，今晚绝不保底，完美。最后一个什么，婚抗减免加三。太贵了，不点。下一个，哦，好好好，斯利安，斯利安，来，斯利安就斯利安了，就斯利安了。右路起手，过 ，nice， 又夺血了。今天机体改造王一路成长，绝不含糊。中动起手，过，哇吼！老天师，帮我刷一波星盘大师，一发入魂，再次展现轻松。星盘有很难吗？星盘很难吗？没有难吧？今天开这个啊，是不是重生之星嘛？啊，多少颗？6颗，一发过，中间偏右，好不好？中间偏右这一张一发过 ，nice。对，下课，抱歉，下课，没了，真的没了，不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算成长了，多了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多了5%抗晕，多了50滴血，还不错啦。好，这个一个个点吧。加一，爆，爆，一，二，爆，来加四，加四，加四，几趴？24%，加四，加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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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，OK， 各位，7个4，没道理没有加五吧？工程师看着287个加4，不解释了，我这就不讲了。这一排如果没有加五啊，我以后都保底了，我以后都保底。第一颗啊，4不过3，姚天士可以刷五了，你们可以开始刷五了，不是我在讲，可以开始刷了。五起来，我自己刷五，20%一样哦。海底捞月，哇呼！我手汗都流出来了。我刚刚真的妈自信满满哎！我刚刚真的自信满满哎！他这样报给我，我真的觉得不可能。我原本以为可以拼加六的。剧本对了，海底捞月剧本啊。OK， 好了，稳了，成长，这叫什么？涨价台，台服唯一涨价台，绝对不是叫假的。我们现在立马涨价。好，收集品，我把笔记本打开，收集品思路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来五件就好了。啊，我们要目标加五啊，这个直接上了，这就直接上加五，没什么，这不用自己点。我们就这样手插着放在这边。等他上加五加四，通通加五，哦，3件 ，OK， 还有5颗硬的 ，OK， 一次 get 2个、啊，这一次出的所有的收集品，你都先从颗硬的开始做，因为无颗硬的可能交易所会缺货，可能会没货，你去做颗硬的，在过程中可能会出大成功，你就会得到无颗硬的，所以你就这样搞，有没有跟着我点啊？跟着我一起成长好不好？因为这个很简单啊，你不用花大钱，你自己制作做好，你顶多花房卷钱，还有。微薄的材料钱，微薄，那个薄是薄起的薄，过一个 ，OK， 完成了，收集品加一，那这不就很简单吗？抗魔多一，完成。好，那这一组杠掉了，来最后一个了，我们今日的最后最终高潮，加9流米工，这把做完我就毕业了。我们来演，我教你们如何。如何断章取义，
演戏就是这样的、啊，如何截取片段啊？加酒过去，好，来五星好点，有米工施法，直接过一把加酒，开始。这时候你只要把手啊放在胸口，等着他加酒就好了，这样放着。来啊，轻松，轻松加酒，自信的脸，七、八、九，轻松啊！你看。是不是说施法就一定加酒？点妆大师在此降临。OK， 不解释了，不解释了。好，咔，等下就片四就直接剪这段。各位，片四就直接把这段剪下来，前面全部咔掉，完美断章取义大法，太棒了！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们知道精华影片怎么剪的吗？我今天就要教你们一招啊，直播主如何剪精华影片，每一段。都把它当成精华再剪，然后把不好的精华咔掉，只留好的，刚刚那个就没了。好，我们就等一下把它剪出来，就是很完美的，很衔接啊。每个装备都是轻松过，少少出，对不对？绝对没有任何诈骗行为。魔化的程度太深了啦。好了，洗完样了，该搞的我们都搞完了，究竟我能不能成为丁一圈呢？说实话，我们用重置选择。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怎么可能没过？你第二个只要十强，只要到过半就很高几率啊。我们现在只要100%，各位，你看右下角100%，靠呗，他也真的只有一个跳三呢，后面全部都一一一。刚刚上这边啊，100%跳三之后一一一一，好，他完全不给机会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，给个面子。我现在如果欧起来啊，哦哦，这个有机会啊！晚节不保，妈的，五个都跳一，操你的！哦哦，叫什么叫？没有，因为他说其实你真的要洗满圈啊，你一个个点，你点到后面反而会心态炸裂。虽然一个一个点，或许几率有可能会洗得比较好。以一个就是你今天如果是要洗满圈的情况下，你。最要紧的就是省时间，因为你点到后面啊，如果你一个每一个都很认真洗，洗到后面你还是点不到，你的心态会炸裂，因为你会花很多时间，而且很累。所以你们看很多课长到后面都直接蛮多，我记得我认识的蛮多课长后面都是直接五个强了，他没有在一个个点，全部都五强，点到后面都直接点了，然后五强后面就直接顺利上去，只是前面会花很多时间而已。哎呀，又没了。你那个什么，你变身可以一发金变，你娃娃可以欧洲人一发金娃，你可以无氪玩家上金变都有可能。这个东西啊，你想要最短的时间内洗到，你想要一万钻内洗到满圈，有可能，几率很低很低很低，可能1000万个人里面一个人吧，他真的很难洗，有机会吗？八个。好，这是今天最好的一次啊，要不要见好就收啦，各位，我们是不是个见好就收的人啊？刚刚跳七啊，我刚刚从这边跳七上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少一个，就跳八就有了，少一点，啊，有时候这样子啊，最后一阶还是有机会跳的。不行，我用手机了，这个段太慢，我用手机洗。白鬼说用手机洗比较好洗，因为他点的很快。等一下，我们接手机线了，我们接一下我们的天地线。我擦，他进去了，他进去了。Stop it！ 手麻了。哦，哦，哦，10/18，各位，这个我们可以庆祝了吧？提摩之歌，提摩队长即将抵达战场。满圈聊天室一波七刷起来啊，满圈啦，啊，我满圈了，哦，你妈个头啊，哦，你完没完，聊天室一波七刷爆他，刷爆菊花丸，老板说马上开街，好，老板等一下，我先一发一发点，第一发断开锁链守护者，第二发
断开锁链，解锁。Nice， 各位解了，解了，解了，解了。第二番无视哦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差超多的，也是10%。我们守护者联盟继续守护我，提摩队长正在线上，10%的几率，聊天室可以准备进驻了，一波六刷起来，断断水流大师兄，剁断。